开局从格罗夫街出发，用斯威特车前往洛圣都市区医院，用救护车完成两次救护任务，完成后刷子弹再前往圣辉洛市区，随机找出租车，用出租车完成三次继承任务，完成后刷潘长江600前往拉斯文加斯的消防局，开消防车完成三次消防任务，最后刷坦克回到格罗夫街，可以下派三次跑车和坦克，给我爽一爽。坦克过程中下饭直接算失败，好家伙，坦克如果都能失败的话，我原地给大家磕一个。好，感谢这位星期空的主啊带来的空翼逃亡挑战，那我们尝试一下。我发现很多小伙伴都喜欢用斯威特车开局，斯威特招你们了吗？为了帮派人家尽心尽责啊。哦，当然这次是四星啊，我们先去。Thank you.
哎，我今天跟你鱼死网破，我让你，我让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抽租哪儿去了呀？我的天哪！平常经常见的出租车，哎，这兄弟兄弟兄弟，这个卡他，好嘞，哎呀，终于找到了，别给我打爆了啊！先修一下，正好我们这个复活点在这里啊。他说，啊，正好说这车坏了。OK 啊，开始任务，寻找宰客机会。我的天，那里有路障啊！重新开一下。啊，还是那里啊！先过去看一下。哎呀，你都是路障，再重新开一下，往前走走。哎，这儿。上车，后门。好，目的地复活节盆地码头啊，这有点远啊。谁好人没事干这个点去那儿啊？我把你拉市政厅算了，有点远啊。哇！哇，这辆车的悬挂是真的软啊！哦，OK。好啊，我们出租车任务也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召唤潘长江600，然后去拉斯维加斯。拉斯维加斯消防队啊，兄弟。好，消防队到了。哎，撞到一个人，没事。这个比较简单啊，三级完成三个啊，三级对。五，哎，我那么好一个漂移，让你王八蛋，真的是，哎，没办法。好，一级。哎呦 ，sorry。哇，今天太罪孽了，撞到很多人。还好，还有人着火了。OK， 二级结束啊。还差最后一集，
OK OK， 好，我们找个地方召唤坦克，就在这儿吧，然后返回格鲁夫街。好，坦克返回。好像阿Sir还想拉我车门啊。拉车门是吧，打我坦克履带是吧。啊，向他们开炮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哦，这就太罪孽了。哎，嗯，失误了，打到了几个路人车，撞到了几个。而我们的目的还是阿Sir。你很怼，那爆了，兄弟，着火了呀！好，我们准备调转炮筒，相互开炮。你追我，你追我，我让你追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就这样反向开炮，大家觉得有没有跑车快？哎呦，这倒霉路牌啊！我真是我记住你了。哎，你还想截停我？你想截停坦克？你吃多了吧？飞机能不能打下来？哇！哎，哇哇，怎么这么多警车？好家伙，还有，哇，我天，哇，我第一次碰到刷这么多警车啊！哎 ，OK， 打下来了。咚。搞什么啊？哎呀，把人家机车男孩都碰倒了。又来，你们警局人挺多是吧？车也挺多。咚。待会儿啊，我们下去找个路障，给他崩一下啊！这一期挑战，好家伙，碰到好几次路障啊，很过分！哇，你大哥你搞什么？马戏团啊，玛格丽特！来来来，上去吧！哦，你欺负路人！哎，路障！哎，我下意识躲了。没事没事，还有路障。着火了，阿Sir！这路障是吧？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，这儿一般也会有路障的，啊，今天没有上。你去哪儿去啊？啊，着急投胎，投胎是吧？在我女朋友家门口啊，这儿还有路障，三连坐是吧？啊，哟，倒车入库，入着火了，刚哎刚窜过去一个。阿Sir，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往哪儿藏啊你？是吧？还有你，找死！
我包。哎，好嘞，兄弟们，那我们本期挑战呢，也就挑战成功了。那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赶紧，赶紧。哎，那王勇 RPG， 我给你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把我们自己炸残了啊！那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